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开服的第16天啊，今天中午直播来晚，不好意思。首先我们说一下今天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宝物，一个是昨天的我们司马懿，我们还差了12张卡，我们给他弄到满觉醒啊。首先我们先充点小钱，对吧？今天找这个客服加了648，我感觉现在每天花少一点就可以了，今天花点明天花点，今天先把司马懿满觉，然后再出剩下的曹操啊。现在我们要抽12张司马懿，我觉得今天先买个12800再说吧，今天只有66000啊，这钱根本就不经花，我们买两个，然后明天再买两个，剩下就抽着曹操就可以了。今天司马懿要抽12张哦，一个，两个，今天抽的还挺快的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八个，哎，是11个了吧？我看一下，哦，已经有12个了。哎呀，来，和12个司马懿，我们现在剩司马懿啊，司马懿他这个应该比较强，早早的就来到这个第一排的位置，证明他想要替代一下我们这个其他人。自己董卓也变前排了啊！董卓他本身就是坦克，董卓变前排很正常，好吧？这儿不太行了，各位，最后要吃6个，这美女吃了吧。我计划呢是把吕布的装备给主 C， 然后把主 C 的那个法师装备给司马懿。我先把这个吕布先卸了，一泻千里是吧？减17万，这儿也一剑卸下，然后战士一剑穿戴是吧？再给司马老儿一剑穿戴，把这吕布一下换司马懿。啊，减31万，防守的吕布也替换司马懿，还会再掉7万，不是怎么减了那么多战力啊？完了，我现在就是个菜鸡，我差了第一名差了100万了是吧？他今天才加了20万战力，没关系啊。吕布是罕见方天画戟，给他升到30，这个挺厉害的，这能穿戴一下。圣器我们随便穿一个什么神话碧罗花伞，这是给法师的，加14万。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自己吧。他是召唤8只暗影仆从扑向附近敌人，让他减疗减攻速，造成最大生命上限的伤害，那这个很强啊，并且还可以回复自身血量，这个好强。然后自身生命首次低于1.10，移除所有控制并进入暗影状态，连接敌人每秒造成伤害，然后呢还能回血，就是他是有个不死的。哎，这里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曹操拆下来的应该很强，他是伤害提升6，并且击杀的时候恢复生命上限 4% 的血，额外还恢复 0.9 秒的这个怒气，他的技能应该能打到很多人，因为他的那八只仆从是依次周围的都去扑的，所以呢应该都会有这个助攻的，我认为这个值得培养一下。再把吕布的狂暴之刃给过继过来，来上第一个加5万，第二个减76，什么鬼，那个给董卓减了战力是因为把董卓替换下来了，是的，董卓的这个吸血挺好的，他只会召唤一个怪，这个怪的话他生命攻击都挺高的，让他来吸血吧。现在有个问题，我们先把羁绊弄了，他这里的需要的是什么比较合适啊？这儿可以升曹操的羁绊，曹操明天给他升满啊。这是法阵，加一下，加9000，加34000，哇，最后加那么高，体质激活加400，第二次加2600，第三次满级加9600，哇，这里这个碧罗伞是什么东西更合适呢？专属是罕见会员法杖是吧？好，哇，这个金色比红色加的战力还多，这还能再培养一下吗？能继承吕布的方天画戟，刚好继承一下，加了26万。今天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宝物了，这宝物金大概还能再加个好几十万，先把这里的东西买一下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资源就要少买了，买那么多没有太大的作用，说真的，我先买个15个648吧，这个可能不太需要吧，我留个10个。这里可以兑换，其实粉尘好像更重要一些，对吧？但是现在粉尘我们应该也不怎么差，先买吧。然后宝物雕琢，我们先雕琢这玩意儿，这里是橙色的。我们要弄到彩色的话还差蛮多的，我们先弄2个看一看啊，先弄4个了。好，这里只要更换一下，对吧？零点啊，怎么才加那么点？然后再升品1个2个，走你，怎么才加3000？来，再搞6个橙色啊，6个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哦，这扛刀手也需要升一下，对吧？我们先升品啊。哦，这蝴蝶多了一个，无所谓，1个2个。好，这样的话它就满了哦，但是宝物好像还能再升，所以宝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。这合的是真舒服啊，这红色的，然后马上就可以合彩了，合完彩我们就去试一下那啥，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的，试试看啊各位。然后这儿我们毒蛇果命，我们要下面这个东西，红色的下面啊，来了一个舒服，上面就是合彩的了，今天看能升几个啊。待会儿要抽这个圆球球，圆球球也需要搞，甚至需要搞不止一个。哎，这里就是如果你玩的细致一些，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去凑，这里其实还差，我们要2个彩，等满了之后可能还需要2彩，而且它距离满还差很远吧，应该是先合，
对吧？合了这么些东西，我们先领取一下。来，五个爪子，谢谢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好。我试试看啊，这个是多的，这个也是多的，吃一个，走你，加38万，可重构洗练，这边传说了啊，多了一条属性，这边这个界限我们先升了，这我们先升一个吧，先升一个再说，加53万，这两个真没有啊，直接走你，加了29万，在这儿，这可以合一个啊，我们全都给它升了最好了，加28万，这限购礼包，要不今天就买完了吧。来个这个吧，这我们先抽着吧，这里有3000个，我们先抽个1000个再说吧，还抽500个吧，我觉得抽1000个太多了，抽到2500，这还有个这个对吧，再洗500个，好，先这样，我们先来这里试一下宝物吧，哦，这还差一点点，这边对吧，两个硬化皮肤的可以搞一个呀，谢谢，升一次加32万，就差一点点了，我觉得把这个圆球升了，祖尼加32万，好，今天就占领我们勉强又比第二名高的1万是吧，今天把该买的东西先买一下，这边加速卡把6.30块买了吧，各位以后68就别买了，那个纯粹是浪费钱，然后这里买个6块啊，其实这个资源给的还行，现在差资源差的还蛮多的，30多秒了吧，我们现在已经沦落到这步田地了，好，68就算了，这里最好把128也买了，好，这边的话因为我昨天试了一下1.2块就可以拿到一个这个特技进化果啊，所以这边3毛1个，6毛1个可以搞，9.8块1个，128一个可以搞，128一搞，328就不划算了，这后面开始都不划算，到时候比如抽曹操或者司马懿的这样的活动搞搞事情就比较好了，最后再把这个拿下就可以了，活动这边奖励随便领取一下吧，其实占星的话咱们都不怎么占，没有必要，现在能省则省是吧，158两个来吧，现在这占星还是要抽一下的，这就200抽一下抽完啊，这传说星石要他命了，真的是一次活动抽不出几块，就只能抽个10几块，太少了，这里我是买这资源，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资源给填满，就是把这个东西使用一下对吧，这还没有填满呢，还差好多，我靠，这资源给的是真少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在这儿洗练的时候不会频繁跳出那个提示，不然每次都要跳提示对吧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这边是我们需要的，但是呢它是一个24，我们先计算一下看能加多少啊，加了6万，我们至少要洗个30以上的，我们再停啊，不然没有意义，技能上提升20，计算一下，这个我们要锁一下，然后再接着洗啊，战败后召唤6个啊，刚好6个就满了，就是能替换一下的，好，加7万战力啊，17的普攻气血，我们先替换一下看这个强不强，才加3万，那不强算了，没有技能才20，先替换一下看战力加不加，战力加8万，不是吧，不是这个普攻气血能加那么多吗，我先替换试试看啊，这普攻气血加那么多吗，技能伤害28，其实比较接近，我刚才说是洗30以上的，我们再赌一手，顺便这个再来个什么攻击吸血的话，那就太棒了，哦，这个太棒了，就是这个战败后获得6只火焰蚁其实一般吧，但是因为法师我觉得可能会死得比较快，搞个这个应该有作用，如果是最后又孙尚香死了再召唤就没有任何作用了，因为孙尚香死的时候队友全都死了，就是这个蚂蚁能干啥，战败没有用，那就替换了，然后我们锁这个普通吸血啊，30，其实先替换一下，因为这个至少是有作用的，你知道吧，先替换一下吧，至少能加点战力吧，或者我再追求一下，好，28多了一点，替换一下，现在这个战力应该法师洗洗就高了不少了，高了20万，再高的话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，等级61级了，每天还是买锤子吗，其实他们买这个生长药剂的，我这锤子接着买吧，我不信邪，然后今天生长药剂也可以买，哇，这个开拓之锤可以买啊，能买那么多，哇，这个战靴是可以买啊，我靠，这个3D重置一次重生一时需要啊，贼需要，好，今天能上很多战力了，这儿不是花钻石吗，是吧，花钻石花在哪儿，就花在这儿啊，这资源肯定要买，对吧，15000全都买了，
这资源最差了，圣器精华差的不多，对吧？买了再说，因为以后有传说的圣器也需要升，是这么回事。这果子还差，别的好像不差了。铠甲碎片随机开一下，开着玩的，就是给那个皮肤升级的，加战力非常的少，加八万，哇靠，很好哎。这四个都没有哎，一样来一个，大哥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因为我只有张飞和貂蝉。现在我们先激活几个，这激活一下，激活都不加战，但是图鉴可以加。你看，激活一个，加一万六，再激活一个，一万八，下面可以切换到曹操，然后下面我们再充值啊，最后一点充值，看还能不能充，我也不确定啊，我还能再买，还能再买吗？好，就不够了，这个明天最后一个幺二八来清场了，这边先抽卡啊。我们之后的计划就是每天一个六七八就可以了。谢谢各位的支持和海涵啊，有任何建议都可以提出来。大家看这里，这个米江妈妈有点冤枉啊，她都一万七了，比第二名高了七百抽，结果我直接无情的超越了她，她肯定很无奈。好，这就抽完了，这里我们可以领取很多碎片，这些碎片全都可以用来开曹操啊。先和13个曹操，再在这里开一下，因为只有曹操需要，来，刚好给你一个吉利的数字，是吧？250，走你。OK， 和完曹操，我们先别着急升吧。哦，重装还没买完，完了，这个得买完啊，应该还差一点点，最后一下。哦，也买完了，舒服。我这领取一下吧。这是我们在升曹操，昨天那个吃掉了，所以什么都没有动。确实要从一星从头开始升啊。再升第二个，第三个，哇，这有46个红一星的，这时候省了200张卡，这是再来2星的。这尼禄很强的呀。你族最出色的艺术家。先给他洗上去啊。这个，啊，怎么降了好多战力？不是，怎么降了4万战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里吃了一个本体，然后那个本体呢是刚好上阵这个建筑或者兵乙的，就是它是一个我就随便找一个一星的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这里上个曹操呗，也一样，你看就加回来了。一路还可以再升，此时换这个会好点，一路能升一升星啊，也许就能再加点战力啊。这上限就到这儿啊，所以它到不了，只能指望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个可以换一个，降21000，但是这能加23000，还是加一点吗？尼禄大哥，先吃2个2星的、哦。好，尼禄不让升了，曹操还能再升，曹操需要吃2、3星的，这个现在有了，然后再吃一个3星的，然后再吃一个4星的吧，今天就能解锁很多图鉴了。来，激活一个曹操，加10000、2000、1000、1000，来个猛的大哥，3000还行。尼禄大哥呢，能升2级，2700，这我记得还挺强的。现在许褚就可以升了，吃一个5星的，然后再吃一个4星的，然后再吃一个5星的，是吧？来给许褚图鉴加一下，加2000，这一下也是2000。好，我们今天差一点啊，到2200万。但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是战力第一了，问题不大。这个逍遥我不知道他，就他玩的很好，他的英雄比我强很多，我的其他地方比他高，所以我很头疼，因为好多东西我没有他弄得满，这个就比较遗憾。你看他这宠物，全部都5星的。然后他把阿花升到5星了，这个也升到126级，但这个等级确实是最低的。然后他这个东西其实是值得我借鉴的。我们升一下这个吧，哇，一下就吃完，这次应该能加很多吧？能加很多战力，加5700，算比较多的了。这样的话，他的资质上限就突破了一点。好，把四四的资质拉一下。好，三个升满了，可以的。我们给抱抱升下级吧，这应该能升个10级。好，升了13级，加了13000。给等级低的加的还可以，我们先领取一下邮件啊，马上打造。这边奖励转盘冲榜第一名无所谓，国王奖励，你看我们是本轮的立国后的国王，每天可以奖励那么多，来直接领取，联盟直接领取，这拍卖一些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是买68才给的吧？我觉得咱们再来10个，我觉得肯定需要10个。好，我们先打造10个，最好能直接出个红的啊，你出了一金的，那可以直接升啊。最后两个 ，OK， 稀有的婚姻法杖，好，出来一个金的，哦，这是羁绊，曹操出来了，羁绊可以再激活一下，能加上万的，第三下能加很多的，你看加9800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升羁绊，董卓、曹操、关羽都可以激活，再升级加11000，好，现在是2191万啊，比第二名只高了40多万，哎呀，不太行，谢谢各位的收看了。